准备去看爷爷奶奶喽，我妈跟我们一起去，好几天没去了。花花，花花，你要往哪儿跑？哎呀妈呀，地上都是水。一会儿就跑回去了。核桃，大核桃，嗯、不是，这是他们藏核桃用的。这个啊、嗯，奶奶家这苞米长得真高啊。今天还阴天呢，看看爷爷种的菜都长出来了。奶奶家有人在里边玩呢，听着说话。奶奶，啥来渴了？渴了。哎呦我这爷爷，不下了，太挺了。干鱼来了。哪胖了？哎，下鱼来了。他能胖了呢？那妈胖了啊？没有点。差几天？啊，你那住几天？七八天了。这两个星期。两个星期。我说都半个月了，还没好。没月，还没一个月。你还没长好啊？嗯。哦。这两天。长得慢。这两天。这电视剧奶奶都背下来了，看了无数遍。啊。今儿在家一家人看的。最近我说看那个电视剧不错，多少来多少人家就开了。怪不得。哎呀，这倒挺冷的哈。你长得，你一根大。挺好。一根大。一粒的瘦瘦的，你看这一个，你我留包裹起。把那个大的你也夹不住。爷爷搁那弄，让我带着菜呢。哎呀妈呀，这一堆黄瓜。菜都有，俺妈菜籽儿是。够了，能凑合一袋儿。嗯。等俺大姑他们回来，你给他们也行。他明天说你起了一个四季。嗯。你这边没有三四地方人给我们这儿播了。啊，那剥了，甜吗？哪块湿了，哪块剥了？我说甜吗？这个苞米？啊不能睡的。走喽，回家喽。今年种的菜都不是，长得不是特别好，就黄瓜、芸豆长得好，茄子都没咋长。带点黄瓜回去，等着包饺子。这爷爷种的小黄瓜，看，底下开始打鸣了哈。嗯，这都是黄瓜呢。哈哈，那菜就长得还行哈。嗯，今天菜白长。那拿个苞米还？哈。这边还是乌云，这边就是蓝天。